好，报告委员会，我们现在开始开会啊。首先，我们先在处理议程草案之前啊，先跟各位委员说明，民进党党团提报，因为顾立雄委员辞职，所以改推派郭正亮委员递补本委员会啊，请大家鼓掌欢迎郭委员啊。第二呢，那我们接续请议事人员宣读8月29日朝野党团协商的结论，请宣读。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结论决定事项：一、各党团同意定于9月13日星期二举行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一次会议，邀请行政院院长率同各部会首长列席进行施政报告并答复咨询；二、本会期自9月23日星期五起，每周五及次周二视为一次院会，国事论坛及临时提案依往例处理，其余详见书面。宣读完毕。好，谢谢。本会处理这个议程草案的相关事宜呢，我们就依照上述的协商结论来处理啊。那接下来我们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一会期第19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7月20日星期三中午12:00至12:13，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段委员宜康等14人，主席段委员宜康。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一会期第18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一次临时会第一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讨论事项编列顺序：一、民进党党团陈委员曼丽提议通过，共计2案。宣读完毕。好，谢谢。我们请问有没有异议？若没有异议，我们会议记录确定。接下来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那如果有委员要登记发言的，我们请到主席台前登记啊。在议事人员宣读完毕之后，我们依照这个登记的顺序来发言。请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一次会议议事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5年9月13日星期二上午9:00至下午6:00，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21次会议及第一次临时会第一次会议议事录；二、委员总统咨因司法院大法官并为院长被提名人谢文定，大法官并为副院长被提名人林景芳恳辞，依允所请，前咨予以撤回案，无庸处理。三、总统咨提名许仲立、蔡炯敦等7位为司法院大法官，并以许仲立为院长、蔡炯敦为副院长，咨请同意案交全委员会审查。四、委员邱颖等拟具使用牌照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五、委员钟宏昭等拟具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6-7、委员张立善等拟具长期照顾服务法、医疗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8-9，委员陈一鸣等拟具医疗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0，委员余婉如等拟具产业创新条例，交经济财政两委员会审查。11，委员简东明等拟具森林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12-18，委员许淑华等拟具灾害防救法、都市更新条例、入出国及移民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私立学校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森林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通讯保障及监察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保险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19-25，委员曾明忠等拟具保险法、银行法、证券交易法、期货交易法、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电子票证发行管理条例、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均交财政委员会审查。26，委员段宜康等拟具人民团体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27，委员刘建国等拟具放射性物料管理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28-31，委员王定宇等拟具政务人员退职抚恤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法院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32，委员江启臣等拟具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33-47，行政院函请审议《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
交内政委员会审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所得基本税额条例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农药管理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证人保护法洗钱防治法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药事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专利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邮政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著作权法二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祭祀工业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陆海空军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杀伤性地雷管制条例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废止公账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电子游戏产业管理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洗钱防治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四八一零六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院会定期举行会议，邀请行政院院长等列席报告一零六年度市政计划及一零六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四九行政院考试院函请撤回前送请审议之警察人员人事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同意撤回。五零审计部函请审议一零四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及特别决算审核报告，院会定期举行会议，邀请审计长列席报告审核经过，并被咨询。五一至八零，行政院环境保护署、行政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侨务委员会、文化部、交通部、内政部、蒙藏委员会、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外交部、科技部、卫生福利部、国军退出官兵辅导委员会、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经济部、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法务部等函送财团法人等一零六年度预算书案，交相关委员会审查。八一，行政院函请本院推举组成课程审议会委员审查会，依一零五年七月十二日朝野党团协商结论处理。八二，人事处函送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地点表，暂案通过。八三，议事处汇报各党团推举组成课程审议会委员审查会委员名单，请查照案。八四，议事处函未修正立法院会议旁听规则第七条条文，请查照案。八五，人事处函未修正立法院退卸职委员礼遇条例，请查照案。八六，人事处函未民主进步党全国不分区顾文立雄自一零五年八月三十日起持续立法委员职务，请查照案。民进党党团敌意阵列依行政院函请审议住宅法修正草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提议争列。二，时代力量党团拟撤回对委员徐有明等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草案。时代力量党团分别拟具幼儿园教保服务人员条例草案、考试院组织法修正草案之附议案，院会同意撤回。议事处争列。三，人事处函为第九届全国不分区民主进步党立法委员郭正亮先生已于一零五年九月二日星期五上午九时三十分到院宣誓就职，请查照案。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以为本院委员咨询部分，行政院长施政报告并被咨询，宣读完毕。好，谢谢。没有委员登记发言了，所以我们决定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咨询事项及行政院长施政报告并被咨询通过。接下来请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审查者共九案。二一，请愿法第四条之规定，系属应提起诉讼者共三十三案。三一，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六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负者共七十七案，宣读完毕。好，谢谢。请问对于这个人民请愿案有无异议？没有，我们通过啊。有无临时动议？好，没有，我们今天会议到此啊，散会。